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第三节嘅《啤李漫步》。嗱，呢一节咧，我哋讲两段新闻就要完成啦，一两新闻都有排讲啊。嗱，首先第一段咧，就琴日讲过啦，女爵安阿伊顿咧直认追阿林明晶。於是乎，而家竟然出現什麼著屎脫坑潮，又話咧見到咩 carousel 咧，好多人大量賤賣佢嗰啲啊產品。嗱，我就即係我要快講啦。即係老實講，你話呢啲咁嘅粉絲，嗱，佢粉絲自己都足以內控嘅，可能真係粉絲嚟嘅，先唔好講話係咪黑粉先。喂，但係如果個控制欲強到咁樣，咁玻璃心或者？喂，我真係覺得唔使恨喎呢啲粉，即係等於拍拖粉絲，你另一半係操縱嘅，唔係咯，唔係拍拖喎，係你單向對住個偶像啫喎。喂，呢啲粉絲咁好嗱，咁見到又話咧，喂，佢七十幾萬 follower 喺 IG， 哇！我心諗屌你老母，佢一出道冇幾多年又七十幾萬，咁另外嗰啲咩咩Anson Low 嗰啲咪過百萬，乜咁撚咁撚多人中意佢哋嘅咩？我真係唔知喎。有七十幾萬人中意，我應該好撚勁咯喎！係好勁啊！佢係四個最勁其中一個。唔係啊，咁但係點解會有？但係我又唔覺得佢哋個勁度係有十分一嘅香港人好關注佢哋喎，問心嗰句。不過 IG 好容易 follow 啊，又唔使即係又唔使去接受。OK， 好啦，咁啊，另外咧有啲網友就話：屌你老母，唔撚得啊！因為咧佢哋睇完啦，即係太啦，即係而家啲人太過癲啦。睇完嗰套咩《大叔的愛》咧，就認為咧Anson Low 啊，同阿 Eden 咧，應該咧，佢哋嘅唔係友情啊，係愛情啊，即係上佢哋上咗路啊，係啊，唔係啊，有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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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啲咁撚戇鳩噶，話佢背叛咗阿 Anson Low， 屌你老母！喂，呢啲粉絲真係唔撚使要噶，我同大家講，係直情屌你清君側啊，屌你諗全部清撚曬佢，好頂嗱呢個緊要啦，先搖一個妹。出嚟回應啦，正咯，小妹。OK， 係咪正啊 ？OK 啦，啊，喂，但係咧，嗱，我首先落咗個判斷先啦，我覺得咧，其實佢應該唔回應嘅，我係佢就直情唔回應，搞掂自己屋企算數啦。邊有人偷食偷到發聲明㗎？啊，而家你咁樣回應埋出嚟咧，其實好悲涼。因為你叫佢老公佢點做人？因為我覺得咧，離婚㗎啦，佢未必係想。但係個結果就係咁。嗯。OK， 好啦，我哋睇下佢其他客觀嘅評論，我唔講住。我哋睇下佢個聲明。關於近日媒體嘅報導，我僅此發表唯一嘅聲明。你係唯一嘅聲明，都唔應該發表。除非呢個聲明係你老公叫你發表，但係如果你老公叫你發表，又睇過目過完目，就真係好難戇鳩啦。你喺外人嚟睇已經覺得咁樣啦。OK， 首先。我對於此事件嗱呢一個咧，記住係孫耀威個妹孫美妍啊 ，Dada 發嘅。唔 Dada， 記住佢嘅身份係一個人妻，有冇細路仔啊？有，仲有細路仔添。OK， 冇得發嘅啲聲明。首先，我對呢件事影響嘅每一個人，而及因此浪費咗媒體資源就冇浪費嘅，媒體就最中意睇呢啲嘢。OK， 表達最真誠嘅歉意。然而，我過去嘅沉默。就唔代表默認，而係希望事情冷卻，能以更理性同埋成熟嘅方式去處理部分報道內容不實或者斷章取義。嗱，其實好多人咧就因為佢認為嘅報道內容不實或者真係不實，忍唔住頸啊！呢個就係高同低噶啦，咪要忍得住咯，冇辦法噶，係啊，冇辦法噶喎啊！好啦，我唔希望俾造謠者繼續誣衊我嘅機會。作為成年人，應該尊重他人嘅私隱。報道中的指控很多都是沒有事實根據，這個對我和家人造成了嚴重的困擾，我已經正式向造謠者發出聲明，並保留對侵犯私隱和誹謗行為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這些是多餘的，我承認自己犯了錯誤。起初我和鄭子浩先生相識於中年好聲音二，在見面的第二次他就主動跟我說家裡困難，尤其是個兒子在外國患上難治的疾病，希望回港治療。其實呢這條撚樣呢，鄭子浩他真的很撚見，真的識溝女。他往往呢，你看他跟每一個女人都不斷表達，我不知道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第三次，
就係、是、講個有個仔咁撚樣，冇愛，係啦，哇！屌你離撚咗婚，要湊撚住個仔，而個仔咧又有病，嗱、呢一下嘢 ，OK， 好啦，嗱、呢個我嗱我冇道，我冇評論佢噶 ，OK， 呢個屌你老尾，呢一招係係一招嚟嘅，係 work 噶 ，OK， 好啦，咩啊？鄭提及前女友阿 Grace Tan 多次要求分手，仲向我展示咗佢哋之間多段對話截圖，而令到我相信佢哋已經分手。只因經濟問題，佢好難自立，所以先再繼續同阿 Grace 同居。此外，鄭亦向我展示咗佢哋多段對話嘅截圖，得知阿 Grace 小姐拒絕讓佢患病嘅仔同佢哋一齊住。作為一個媽咪，我聽到後對此深感同情。鄭即係呢個鄭子浩啊，係咪？屌你咩？表達咗極大嘅無奈同埋痛苦，表示決定喺元朗租住公寓，俾佢個仔翻嚟香港居住，以方便喺香港同埋內地接受治療。由於鄭冇入息證明，我答應為租約作擔保人。我當時唔喺香港，所以由佢處理啦。但係簽約之前，我先突然獲告知。因為法律效力的問題，要求將我的名字加在租約上面。出於對他的兒子的同情，我答應幫手，這個也是噩夢的開始。去到這裡呢，可能呢、也有幾分真實的，在租約那裡、okay? 但是租約擔保人有這樣的事情 OK， 或者有啦，但現在你變成真的落個名字下去要孭飛的，其實咧，根本租約就填你名。呢條我知啊，呢條女都好撚揩咯，係嘛？呢條女啊，或者根本佢包愛得太深咯啊！好啦，我同阿井嘅交往非常短暫啫，亦都有相關通訊記錄可以證明，我借錢俾佢係俾佢安頓個仔喺香港生活，而唔係外界所謠傳嘅包養或者其他不實指控。當時我喺香港嘅時間有限，並未意識到情況會演變成咁。在這兩個月期間，我在香港的時間不夠兩個禮拜，後來我才知道阿鄭和國內某位女士有著長期不倫的關係，這更促使我決定結束跟她的聯繫。其實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你們這些女人出來玩這麼撚介意條仔是否有第三、第四、第五者，但是她出來玩的嘛，你夠老公啊，她又不同、她不單止出來玩，都結埋錢啊嘛 ，OK， 做埋金主，覺得我原來唔止我一個咧，咁興嘅，咁咪唔夠大氣咯？屌你老母，真係阿 Dada 或者阿 Grace，、喂，屌你我哋啊，識啲老細出嚟玩啊，喂，老實講真係大氣噶，包條女喺深圳，明知一翻，佢一翻落香港條女去溝仔，翻工甚至乎冇介意啦，養小白臉，冇介意啊，完全，屌你老母，你咪大氣咯，喂！我介意咩啫？我幾廿歲，屌人哋咁後生，我又陪唔到人，係嘛？只要成日要人哋對住我條老嘢啊！屌你老母，對人哋都唔撚 fair 啦！總言之，我翻嚟好好服侍我，煮個飯俾我食，行出乃絕。我中意卜嘢就卜嘢，我中意揼骨就揼骨。我啲朋友嚟到，佢好好招呼我啲朋友，同即係有陣時佢哋即係瞓埋，唔係瞓埋啲女仔，或者你中意瞓埋都得嘅。啲女仔有陣時話：喂，我今日有四個 friend 上嚟，你同我訂間房，佢哋去卡拉 OK， 即係佢安排埋呢啲嘅。喂，呢啲咪大戲咯，正！喂，我認識啲老細啊，啲女啊，屌你老媽，翻翻鄉下嫁埋結埋婚生埋仔啊，都仲有聯絡噶，聯繫唔係幫而家聯絡啦，真係會同你問候，因為點解咧？互相尊重，大戲啊！屌你老母閪，你使少少錢，諗住屌你老母閪大姐啊，黐撚線嘅抵撚死啦！你又唔好顧下自己身份，你個身世係咪先？屌你老母閪，啊男人出嚟玩就得啊，女人就唔得，係冇撚錯。呢、這個就係現實社會，雖然好撚封建個諗法，係男人出嚟玩，除咗唔俾老婆知咧，俾人哋知咧，哇好撚有型嘅風流啊，夠勁夠型啊！女人咧出嚟玩咧，俾人知道，哇又唔賤啊，冚家產，不守婦道，屌你老母臭閪，有冇搞撚錯啊？哎呀，屌你阿 Jennifer 做咩？咩做咩？你唔知㗎？唔知啊？你我就唔夠膽俾我女同佢個同阿 Jo 玩啊？點解？阿 Jo 媽咪啊？你真係唔知啊？唔知啊？
中媽咪好撚下聽，我以前做雞都唔知有冇嗰啲病添啊，傳落個仔度，而家我哋俾你個女同佢玩啊，嘢或者愛滋俾你啊，嚇佢媽咪做嗰啲嘢，係啊，咁點會讀到我哋呢間名校嚟嘅喎？誒、哎，啲女人啊，你知啦，我哋好多嘢我哋做唔出噶嘛，嗰啲女人啊，哎呀，同埋紅撚啊、瀨屎眼啊，屌你咩舔鳩毛啊，好撚黑唔家產啊，即係我講唔出咁核突。喂，屌你老母大撚把呢啲人啦、啊，屌你老咩？所以係咁唔 fair 噶，係唔 fair 噶，啊，好似我哋成日話，唉、哎，生女啊好撚驚啊，點解會咁樣講啊？因為呃 cam 俾人呃，驚我行七搭，咁你唔驚條仔俾人呃嘅咩？係唔撚 fair 咯，就係、是、OK 哦、啊，好啦，佢話 OK， 阿鄭同佢講，佢嘅前女友 Grace 不斷騷擾佢，威脅復合，否則會有大事發生，甚至用自殺嚟威脅佢。所以喺2024年2月21日，我就明確表明我要同你玩完啦，希望你盡快還錢。無奈其後。呢、這個姓鄭嘅立刻失蹤、失聯同埋逃避。嗱，呢個姓鄭嘅一早又唔揾我。其實佢而家睇埋第一封、第二封咧、嗯，我唔理嗰兩條女自己有冇會唔會離婚啊，定點樣？佢玩完啦。如果你一早揾我哋咁，我就唔使玩完，繼續可以屌你老母閪，做你嘅中年好聲音。嗯，而家你玩撚完啦。其實你一啲都唔會咩咯。你劉華嗰啲屌你60多歐啦，你50多啫嘛，屌你老尾嗱，你仲細過郭富城。係咪先？大把大把運行啊！可惜 too late， it's too late。喺元朗公寓租住期間，鄭多次無力支付租金同埋其他基本生活開支。我出於善意先代支付，冚家產，屌你老母！你又話你又話喂，屌你2月21日嚇、啊，要明確同佢結束聯繫啦，係嘛？屌你咪簽約係幾時啊？屌你咪喂又係月頭啫喎，咁屌你究竟？你係同我結束關係之後繼續有支付啊？定係結束關係之定係咩咧？我睇嚟似乎係結束關係之後啊，你講嘅仍然有支付喎、啊。口頭約定喺情況穩定後佢會還俾我。嗱、啊，通訊記錄可以證明一點，我諗我 cap 到啦。後來哦，呢、這個之可能同一時間或者之前咧，由於鄭失蹤同埋失聯，同埋極不積極咁處理退租事宜嘅態度，令我覺得佢冇責任感。因此當時我認為終止呢一份租約同埋拿回按金，只是係當務之急。所以我有事地多次以討好嘅方式傳訊俾佢，因為梗係啦，嗰啲 message 我冇睇啊，梗係有啲咧，好似仲有啲黐纏啦，佢喺度解釋啦、啊，希望佢能夠回覆。料不到呢一段對話竟然被人斷章取義扭曲事實啊！無奈嘅係呢個鄭子豪因為退租前失蹤同埋失聯，未能按時交3月份嘅租金，激嬲業主，最終連我借出嘅 deposit 都俾業主立撚埋啦。我深信成年人應理性處理感情問題，即使認為不適合在一起，都可以和平分開，勇敢面對所有對錯，而唔係無端他人推卸責任。最後我澄清九點：第一，從一開始我已被告知鄭生同埋 Grace 要分開，佢哋嘅共識係同居暫時。嗰陣時鄭生大部分時間在住喺佛山，即係話喂我受溝唔係我姣啊，我以為我唔知道做第三者，我以為佢哋分咗手啊嘛。咁你唔撚知道你自己有老公嘅咩？係就係。第二。我從來冇包養鄭，或要求任何分手費。嗱，你冇包養鄭，冇人話你，但你係有同佢行過啊嘛，你係有老公啊嘛，甚至你有貼錢啊嘛，你有老公啊嘛 ，OK。但係我承認，因為我有私人理由，所以借錢俾佢，同埋同佢租住嘅地方做擔保人。第三，雖然鄭失聯咗，但我冇同阿 Grace 小姐聯繫，亦都冇經任何收數公司去追討鄭生嘅債務。第四，我從來冇喺任何抖音户口發放有關向鄭生追討債務同埋擔保人嘅事宜，相信係有心人故意建立新帳户發布言論同埋即時截圖，啊、所以並唔係如阿 Grace 小姐話我發布嘅留言同本人冇關，你去澄清呢啲冇意思啊！其實真係好撚蠢啊！屌你老味，我同阿鄭冇裸聊，亦都冇傳信送過任何不雅照片俾佢，喂，但真係有啲約炮嘅 message 喎、啊。嗯我並冇同阿鄭去過日本、廣州同埋佛山，我本人都冇坐過高鐵，所以阿 Grace 小姐提嘅日本不雅事件同埋坐高鐵去廣州練功嘅事同我無關。咁有冇去過澳門啊、大嶼山啊、九龍塘啊？啊第八，我同其他中年好聲音二嘅同學緊係朋友，而且每次聚會亦都非單獨。話你無論端端説埋中其他中年好聲音二，咁咪話佢同另外兩條參賽者都有關係。屌你唔通你玩 game band 啊？屌你咪你哋成班友，屌你啦！我都話唔好撚參加呢啲啊！屌你，如果我都去參加啦，喂講真，好，我同嗰個人張學友係嘛？夜雨悄悄飄過，屌你我唱得唔撚好聽過鄭子豪，好乘客沒有太多，屌你老母咁亂嘅，
我幾個月前已經向丈夫坦誠，因為一時的誤判和過度的同情心導致不理智的行為，感激我丈夫的理解和包容，我亦都不斷學習修補我們的關係，我好感恩我們的婚姻關係都重回正軌。嗱，講真，問心嗰句，我真係希望你重回正軌嘅，講真。但係你一段嘢出埋，我真係覺得好撚難，真係難。好，休息一陣。